是啦，好吃啦，欢迎收看菜鸟会成长日记。呜，这一集厉害啦！哦，我们知道菜鸟会就是一个小吃货啦。对，你就是小吃货。在那现在还不能吃太多大人的东西，我当时是只想让他吃的哦，我不给他吃会生气哦，跟他抢过来他会生气哦，很爱吃啦，哦，不相信我们就来看看菜鸟会到底有多爱吃。我自己喝，我可以慢喝，喝咖啡，你晚上睡不着。睡不到这么开心，擦鬼擦鬼，黑白切，那是很神配。黑白切，那是很神配。黑白切，那是很神配。现在什么东西都吃啦哈，什么拿到就是要塞嘴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什么不吃？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菜鸟会，你有什么东西不吃？菜鸟会，你有什么东西不吃吗？哦，他说他不吃亏了。